我之后呢，我就关小火，让它维持一个温度。然后这两个茶叶倒到这个里面，上盖，放进去泡，计时20分钟。到时间就关火，这个就拿起来，结束。啊，你到时候跑又跟学姐讲，让学姐来指挥。对，不然那陈兄靠得住，陈兄靠得住。OK， 很简单很简单，现在唯一就是等他滚，放下去了。我闻一下这个茶叶。